我在一场战斗中疯了，我牺牲了，我想，就是今天。 五三七呼叫轰炸，五三七呼叫轰炸。我们九连一定全力以赴，把敌人阻止在武夷亭，为主力部队争取时间。万不得已时候，把这个留给自己。连长他这个人嘴不好，但心眼特别好，我们上上下下每一点不行。连长，连长，连长。 替他把我自己拿下来！别管我了，要他，你记得。你们不要管我，继续战斗。这场战争比我们想象都困难。